啊，哥，啊，没事呗。嗯，好，你等会儿啊。怎么了，三娘？我同学要来海南了，要来找我玩。啊，男的女的呀？女的。哦，那让他来呗。他那个，他啥时候到啊？嗯，现在已经打车往这边来了。哦，那行啊，让他来呗。Later。来来来，欢迎欢迎。欢迎。你好你好啊，你好。哎，慢点慢点，换鞋，媳妇儿给拿鞋。谢谢。坐坐坐坐坐，美女啊。王哥，这是我同学。啊，你好你好。这是王哥，这是王嫂。啊，你好你好啊。你是刚来海南吗？对，我刚来。啊。看珊珊在海南玩，我想跟她来玩两天。啊，这特别好，你们的生活也特别好。啊，挺好的挺好的。啊，喝点水喝点水啊。谢谢。王哥。啊，同学今天晚上刚来，也没有地方住，你看能不能在房车上跟我凑合一下？啊，能住得下吗？这个？嗯，行吧。行，可以，没问题，都是小女孩嘛，啊。行，就那个上一个里边注意安全啊，朋友。哎，注意安全，就是有点高，在这个上面有点抬不起脑袋来啊。对，你俩都注意一点。那行了，你俩能住得下吧？嗯，差不多。特别好。特别好啊。那行，那今天咱就早点休息了啊。啊，好嘞好嘞，那这样啊，晚安。哎，好嘞。嗯，哎呀，睡觉了，睡觉吧。咱俩怎么还不一头呢？我也不知道你想在那头。好，哎呀，睡觉了，睡觉。嗯。